米ん萨んにちは。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日老师米野、哎、今天的话题是这个日语的这个表达，这个惯用语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你们应该知道这个的日的发音怎么读呢？你们读一下，ておやく，てお 嗯，你们看到这个汉字“贴还有那“雅姑”，看到这个汉字的时候，嗯，联想到什么呢？有没有可怕的感觉？嗯，“贴我们肯定知道，“贴是这个“手”的意思。嗯，“雅姑”的话呢？嗯。 ヤク就是烧烧什么东西，烧的意思。还有呢烤，嗯，烤肉这样的烤，嗯，都可以使用ヤク。嗯，那么手ヤク，嗯，可能有的人是这样想，手ヤク，嗯，把手烧起来。那么手のやけど，嗯，やけど的意思是碳香

嗯手が赤くなる嗯手,手嗯变红的嗯就是这样的感觉嗯那么手耳耳嗯手耳耳就是手嗯磁糙的感觉嗯是这个意思吗都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完全不对嗯 那么跳躍 o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嗯，就是这样的感觉。嗯，就是，嗯，这个孩子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呢，嗯，这个妈妈，嗯，该怎么办呀？嗯，很棘手，那难以应付的感觉。嗯，所以呢跳躍 o 的意思是棘手，嗯，难办。 难以应付这样的意思，嗯，因为把手收起来，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是不是？嗯，所以呢，嗯，有这样的意思，嗯，日的解释也读一下，うまく処理できなくて困る、手こずる、持てあす，嗯。 哎，意思是，嗯,嗯不能顺利的处理，嗯，所以呢感到困难，嗯，てこ子鲁还有摩天阿玛斯也是这样的意思，就是棘手呀，难以应付呀这样的意思。 好的那么我们一起看一看具体的什么时候使用手を焼く这个惯用语呢比如说、这样的情况。うん、这个男的经常接一个客人的电话うん、就是投诉的电话うん、然后、呢、他想着嗯。このお客様はいつもクレームの電話をかけてくる。本当に手を焼くよ。 狭いすな、うん。このお客様は、这个客レーン、这个顧客は、いつも、总是、クレームの電話、うん、クレーム中是、投数でいいす。投数で電話かけてくるだごらい、うん。本当に手を焼くよ。真的是、返事だ感觉。感觉うん、这个いす。うん 好，那么你们现在知道了“跳雅哥”的意思是不是？嗯，“跳雅哥”字面的意思，嗯，感觉非常可怕，呃、嗯，把手烧起来，嗯，很可怕的感觉。可是呢，这样的时候，呃、嗯，可怕的时货不实用，而是。 非常非常麻烦的时候才使用。嗯，你们好好复习一下。好，谢谢大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拜拜。